老王直播跑商带我们回到十年前玩梦幻的时候，这波操作下来真的把人看累奔了，满满的回忆涌上胸头。好，有给我票了，初始资金的话是50000，然后抓紧时间啊，点击啊购买。看一下这个是布帽，布帽佛珠是长安的，布帽好像是奥莱的还是哪儿，操，时间太久忘了。我们跑的路线呢就从地府跑到啊北郡泸州啊，帽子好像可以买卖到地府，但是不一定能赚多少钱。看一下长安的价格啊，长安卖北郡泸州啊，现在咱们从51开始跑的啊，这个没人买，扇子5900好贵啊，找个佛珠他妈的10000。哦，长安到长寿，对啊，哎呀，你们就看我15分钟能不能跑完吧。51的话应该是06分啊，06分之前啊，15分钟跑不完，默默大抽2000红包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得加上一点悬赏啊。咱们从51啊，咱们计时是51啊，也就是15分钟的话，也就是06。有人买，就证明有人已经看过上面的价格了啊，在这儿买就在那块卖，加速。我们从50000赚到150000，5万到15万，我想想怎么跑。咱们从这儿跑到地府，再从地府直接回来是不行的。一是你这个纸钱必须得卖出个好价格，你进货价2700，你最好能卖到一个4900，然后19额再乘以4900，这样你的资金有9万3，你在奥莱买一些特产，比如说什么火柴盒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再卖到长寿啊，然后变成12万，买完12万完，然后买地府最贵的那个啊，什么灯油啊，然后回啊买那个北郡泸州最贵的啊，然后回地府就够了啊。地府跑北郡最简单，一趟线一直跑就行了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跑的一个周期太长，所以说最好的话，你再会一些其他的混搭的啊，在奥莱进货。梧桐，我他妈正在跑双呢，你今天让我看 QQ。好，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最后的12.5分钟啊。现在跑商没有灵魂，太简单了啊！鼠标点点自动寻路。老王，你往北郡跑啊，这样跑也是一样的，到长寿有个 NPC 也是直接能到北郡的，思路没问题吧？兄弟们，你们从地府跑到北郡泸州是境外走，还是从啊龙宫奥莱那条路线走，都能到达北郡泸州。从长安到江南野外到建业城奥莱国啊，然后也能到北郡泸州啊。你们是跑那趟线，好像境外省事一点，起码有自动寻路，以后肯定是境外省事啊。场景切换的少，场景切换的少呢，造成硬件对不对加载的东西就少，这样的话可以提升电脑的寿命，节省电费，对不对？我分析的是不是有道理？人才，表面上你时间省了一点点，但是你电脑硬件运算啊消耗电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会多一点？每次的场景加载都是最费电的时候啊。很有道理啊！你看回合制游戏也好，梦幻西游其实有一个记录你们不知道，就是可以同时显示的你周围的玩家是最多的游戏啊，别的游戏人一多早他妈掉线了啊。好，这个地方没人买，证明能卖出高价啊！咱们2700买的，卖了3900，50000挣到了一个70000多，挣的钱不是很多，抓紧时间奥莱走起来，奥莱跑长寿，奥莱跑长寿，最后再在地府来一波绝杀啊！要求1小时4票。奥莱有一个特产，只要能抢到就能赚到，就后出的一个玩意儿叫啥名我忘了，就是两个 NPC 只有一个卖，你不用比价，看到直接买就行了，无脑买不会亏啊。无脑买不会亏啊，这2000的话么么哒你们应该抽不到了，应该用收费的礼物抽。买到盐的时候，我知道我赢定了。这盐有时候卖长寿，它不讲道理，有时候能他妈卖10000多，你知道吗？最次也能卖7000多。你想想，14再乘以个7500，你就有了100005000。100005000的话，你还得再折腾一下啊！来，给个高阶啊！我们从51开跑的，现在已经过了7分钟时间，时间过了一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其实返程很快的啊。其实以前的跑商难度比这个难多了，还得等刷新啊，看价格，而且还要抢，有的时候贵的一瞬间就没，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抢到的货，比如说你6000买的，然后跑到地方了，跑了15分钟，结果他妈只能卖5400啊，想死都有了啊。玩的啊，小老虎影响了我的走位，不要交易啊。咱们刚才是我次啊，这波可以，这波可以，这波赚了，这波血赚，下牌的话能卖10000多，兄弟们2000块钱准备好包子吧，我是不可能亏的了，我心中已经跑完了，你知道吗？
卖它一定能卖上更高的价格啊，14万多，我操，差点直接够了啊，直接在常州买完回长安啊，15万的话应该能跑到19万多啊，直接血赚，下牌卖，上牌买，买最贵的啊。我都不知道拿什么亏钱，给你弄一个20多万的帮派资金。给大家看一下如何最快的回到长安，从这儿跑到长寿郊外的 NPC， 然后再长寿到北巨州，北巨州的左上角有个 NPC， 直接回长安啊！你这个操作你要帮我再睡，操！别他妈弄我帮派职位，他弄我帮派职位我不能交易了。这都是什么他妈帮主，他妈我为帮派做了这么大贡献，他妈给我伤人感为了，没法卖了，操！难受啊！我拿着19个啊，拿着19个商品鹿茸，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，很迷茫啊。帮主哥哥，你给我改回来，2000的红包我发啊，发，你先给我改回来，我要卖了，我要打破一下我的记录。好，没有业务往来，我正常发，正常发，我不耍赖了，可以。改完了啊，这个佛珠被人买过，证明这个地方能买，那也就是这个地方卖比较划算啊。时间太久了，不跑 NPC 找的没有以前准了啊。好的，可以结束了啊！我们一票11分钟，什么水平？直播间超过95%的兄弟们吧！而且这是一趟的，不用跑两趟啊！从这走最快，43号帮，交还给白虎堂总管道具啊，咔嚓就得奖励了！哎呦我操啊！好，多给你的奖励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拥有了18啊，60点门供的奖励啊，跑商一票啊，结束了啊。